这一袋是我们这次要送给你的礼物，里面呢有我们消防锦州的 T 恤，以及各自的新刊，还有猫耳鹰的钥匙圈。我们这系列创作都是以警察和消防，然后用歌的声音去做的创作，然后我们希望那个能够让大众能接受到他们工时过长以及过劳的问题，还有装备人力不足的问题。然后就由心火灾以及那个八一气爆之后，我开始做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你会穿吗？会啊会啊会啊。他们都在问。